什么叫电源？就这样开始啊。可以。就这样开始。啊，开始。现在就开始开。电源关掉，然后再重新开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电源这不能关了，再关了要骑一段很长时间。嗯。就是这样。然后把那个后面的那个放下来，这样子是吧？嗯。声音小。打开，再打开看一看。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哥。再把这一个切了吧。这个上一个针，一个针。好了，就这样。走阴主外面，走阴主，门都没关。不过，反正是。多嘛，实在也是也不够的。